妙法永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救援皆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忏悟修习一体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缘故，各获果证即知道理，心怀踊跃瞻仰如来摩婆赞舍尔世世尊，数金色毗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是言无以无作而是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灵心调伏舍邪归正是有一而上而息在无一分身千百亿光舍方便或有力根闻即心受或有善果清泉成就或有安顿就化方归或有业中不生敬仰如是等悲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仙男子身或仙女人身或仙天龙身或仙神鬼身或仙山林船员而持全经历给予人悉皆度脱或仙天地身或仙方王身或仙转轮王身或仙居士身或仙国王身或仙在福身或仙观书身或仙比丘比丘尼有婆舍有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比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作身度现即切入观无累劫尽苦度脱入是等难化刚将罪苦众生即有为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多而举手大哭时如当一念无再逃离天宫应尽佛舍离娑婆世界之弥勒住世以来众生悉世界多用力诸国与佛受记二十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来念白起佛言我从旧缘劫来蒙佛接引是我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而刹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多百千万亿人定归尽三宝永历生死之涅槃的待遇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后发须我见度脱是或大力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如是三百佛言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而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诸如喜如能成就救援皆来发弘誓愿广度将彼其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三二十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言佛众生昼夜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地藏当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彼之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最报应的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万语言佛最报所感而去地藏道言声莫为愿听说我初说之佛不拜也愿生者说而是地藏菩萨拜声莫言难言菩提最报名号如是若有众
不孝父母或之上，当堕五界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诸佛圣贤回谤三宝，不敬尊敬，亦当堕于无界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亲孙常住天无生离或劫难内，自心云雨或杀无害，如是等悲，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为作沙门行非沙门，破用常住其狂败，以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悲，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故名饮食衣服乃至衣物，不以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地藏白言甚摩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甚摩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此有五百名好个别，此有千百名自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春铁高一万里，城上或许少有空缺，其余城中足以相列名号个别，独有一义名曰无间，其余周匝万八千里，欲将高一千里，西施铁为上火车下，下火车上铁色铁钩，突火之柱与墙之上同时而走，于中有窗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我满窗千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窗上罪业所感，火爆如是有诸罪人备受罪苦，千百夜叉其一而归，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如铜钩，多夜罪人复有夜叉之大铁骑，中罪人身火中口鼻，火中腹背，炮空犯贱，火之床上复有铁衣，但罪人谋复有铁舌，脚罪人尽百之界内，膝下长地八舌根里，周长左转仰通关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也敢入室东京一界，求出无期。此界外是即生他界，他界此外转即他方，他方外是辗转相继，此界成后换复而来，无间罪报，其实如是有无是业感，故成无间，何等为我以这日夜受罪，即至结束无时间，绝故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慢，多人一慢，故成无间，三者罪，其杂邦因舍狼犬，对魔俱造作，作火堂，铁王铁身，铁驴铁马，神格罗索热铁叫声，鸡吞铁腕，可因铁之从年尽结束，那由他故出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死者不闻，男子女人将火一滴，老有鬼见火龙火神火天火鬼，罪行也感系统受之，故成无间。无者若多自语，总错若是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念念故成无间。地藏菩萨百圣摩
有也，无天地宇宙所如是若光所地狱罪及灯明及诸苦是一切之中求说不清莫也。夫人问一愁有何种定义而推言夫众生也堪病第十二世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为神力果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心就把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不及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佛主之爱以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灵度脱为然世尊愿多有余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今是无定恶习戒业善习戒果为善为恶诸行得善论转无道障无修习动心成戒密惑障难如欲有妄将是从流脱如战出有佛造王以是等悲无当有年若即彼时妄也累劫众是广度罪悲无佛恶律所施于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可发何愿请蒙世尊引请赞叹为愿世尊女儿所知而是世尊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思念之我当为如分别解说乃王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数计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应供正遍之明行作善事是见解无上是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是为小国王与一令国王为有用心是善饶益众生及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王以及广设方便以王法愿造成佛道当度是悲临时无余以王法愿若不先度罪过临时安乐得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以王法愿造成佛则即一切之成就如来是以王法愿永度罪苦众生为愿成佛则即地藏菩萨是福于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末如来即佛寿命是世界相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因此教化于女人自月光摩舍是供养罗汉闻之语言何等光摩大眼我以魔王之日子佛就把为之我目生出何去罗汉命之为若定观见光摩女摩多在而去受其大苦罗汉闻光摩言若摩在身作何行也尽在而去受其大苦光摩大眼我摩所喜为好事但于别之俗所是以别多是其子我超我主子今世但及其命数千万福悲准则子民如何爱救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劝光摩也如可知成年清净莲花摩如来见所化形象尊王火宝光摩闻一起舍所爱寻花佛像而供养之父恭敬心悲喜站立护于眼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方大光明而高光摩
罗摩婆伽当舍若伽赞觉吉哈吉当言说吉诃伽内毗身以自为满三日而难言说吉手背吉高于广摩神师也愿果报自受我是罗摩教主阿弥陀别如来雷多大地狱梦如佛地方的受生为下贱人有福短命寿年十三根落道如有何其令无脱面光明闻说之某一根也被提而百倍自己是我母而自本罪作何心也脱离而道非自大言以杀害回马而也受报若非蒙福就把无难你是也不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狱罪报即是云何被自大言罪过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粗百难经光目闻一体黑好奇而百空皆愿我之魔用脱地狱必是三岁更无重罪即离而道是释放诸佛慈爱命我听我为母娑婆光大誓愿若得我母用力善脱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皆不受者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母如来相见绝后百千万一切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把灵力地狱而去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今生佛经我然后方成正觉法誓愿一句问清净莲花摩如来而告知月光摩若大慈名善能为摩法如是大愿无关若摩十三岁毕舍此报一生为凡之寿年百岁过世报我当生无有过度寿命不可及劫后成佛过广度人天说如恒河沙佛高定自在万而是罗汉佛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界中如是自明法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淫过者邪淫妄欲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声者若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落于善知识权令一贪之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善恶道报若能知心归尽即站立赞叹香花一佛种种正报或福音是若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一劫中藏在诸天寿神庙乐若天佛吉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宣流不定自在王拜佛言世尊愿不忧虑我等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圣光言世金云言佛体利益众生定自在王不
菩萨拜师尊礼，合掌恭敬坐礼而退，而是十方天王举手坐起，合掌恭敬拜佛，言师尊地藏菩萨以求愿解来法，若是大愿云何至今有度为解更发光大誓言，为愿师尊为我等说佛告示天王，善哉善哉，无尽为若即未来现在天人中等光明，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婆体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识，是天王言为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示天王，地藏菩萨求愿皆来祈许，度脱众生有为必愿，此名知识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隐瞒不得，以是至故有法众愿，若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是天王地藏菩萨若于杀生者所素养短命宝，若一切道者所贫穷苦处宝，若一切因者所缺各愿养宝，若于恶口者所眷属斗争宝，若于毁谤者所无舌疮口宝，若于成悔者所受罗龙瞻宝，若于见利者所所求为愿宝，若于饮食无度者所饥渴也病宝，若于天烈痴情者所情况丧命宝，若于悖逆父母者所天地财杀宝，若于烧山离魔者所光明去死宝，若于前后父母恶毒者所半身变大现受宝，若于亡不身处者所骨肉分离宝，若于毁谤三宝者所盲聋喑哑宝，若于轻法慢教者所用诸恶道宝，若于破用常住者所一切轮回地狱宝，若于无法无生者所用在诸身宝，若于躺或站住上身者所轮回地藏宝，若于破戒犯斋者所亲手记恶宝，若于非礼非用者所所求决绝宝，若于无我恐高者所卑视下贱宝，若于两舌斗乱者所无舌百舌宝，若于邪见者所遍地受身宝，如是等言佛地众生身口意言恶习皆过百千宝，应尽足略说，如是等言佛地众生也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只是诸众生先说如是等宝，后堕地狱动静皆说无有出息，是故如等忽人忽过无令是诸众也迷惑众生，是天王问以涕泪悲叹而障而对，地藏菩萨本愿尽劝上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尼切地娑婆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尼切地娑婆诃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尼切地自情。
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话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生命电视草屯中心中华民国社团法人草屯静安府慈善会联合举办观音超度及推广殊时享宴暨小蒙山施食祈安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1月28日星期日上午11点，地点南投县草屯镇东美街64号对面，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敬请佩戴口罩。受八关斋戒，众解脱因，念弥陀圣号，求生极乐。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及弥陀要解开示，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传授。日期12月2日，星期四，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03989931900398986866，0398986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无尽又有地狱
有地狱明月是教父有地狱明月非托佛有地狱明月火箭佛有地狱明月加山佛有地狱明月铜墙佛有地狱明月铁车佛有地狱明月铁窗佛有地狱明月铁牛佛有地狱明月铁衣佛有地狱明月仙人佛有地狱明月铁驴佛有地狱明月羊童佛有地狱明月宝座佛有地狱明月六波佛有地狱明月根舍佛有地狱明月所舍佛有地狱明月烧焦佛有地狱明月丹月佛有地狱明月铁腕佛有地狱明月真轮佛有地狱明月铁佛佛有地狱明月多生地藏般若忍者铁位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所现更有交换地狱跋涉地狱焚鸟地狱铜锁地狱火香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阴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若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火一火二火三火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高普贤菩萨言忍者智者皆是难言菩提心乐众生也甘若是耶利圣大能地须弥能生去海能藏身乐是故众生莫轻笑而以为无罪时候有保险好手之父子之己其罗个别纵然相逢无肯待手我今成佛为地略说地狱罪报之事为愿忍者暂停誓言破现大言无以救之善恶道报亡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是令归佛地藏百愿忍者地狱罪报其实如是或有地狱取罪忍舍是牛根之火有地狱取罪忍心夜叉狮子火有地狱火当身飞除罪忍生火有地狱赤手痛诛持罪忍报火有地狱是诸火烧成其罪忍火有地狱一向寒冰火有地狱无限焚鸟火有地狱春飞几里火有地狱多赞火香火有地狱伪装胸背火有地狱燃烧手足火有地狱盘脚铁手火有地狱曲座铁钩火有地狱金甲铁罗忍者若是等报各个一种有百千种也道之其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是重物重也心甘若光说地狱最薄等是一语
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今成佛为神。既然这文略说如是，罗光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藏看遍第六二十世尊，其身方大功名遍超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大音声不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我今日晨阳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显大不可思议为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诸侯如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的光作方便，为护持清净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说是于一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光，何成恭敬而拜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的威远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马不及未来世众生听受佛语而是世尊高呼光菩萨，即是众根谛听谛听无当为若莲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光白言巍然世尊愿要语闻佛告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弥者，我者长者赞叹者坐立者莲目者，世人超越三世界最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才华形象或图事就其金银铜铁坐持菩萨一站一立者，世人百般神于三世三天永不多余，而道家如天佛经过下生人间有为过往不是大力，若有女人也女人生进行供养地藏菩萨化像基督是教基通跌灯像，若是日日不退常以化像饮食以佛尘才创凡间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仅此一宝女神，百千万劫更不胜有女人世界，何况佛手除非自愿力供养说女神度脱众生，曾是供养地藏力国际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神不辞不光，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等于地藏相前之心站立世情之界，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若不厌女神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妄语，乃即王妃在佛大行道场者女断真受生诸相圆满，有知心故站立地藏菩萨佛佛，若是佛慈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相见做主祭月，即可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若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长得百千鬼神，日夜为佛破令而施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佛慈不光，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生恶鬼，今有善男子善女人为今供养赞叹站立地藏菩萨形象，佛往生即回谤我
功德吉利，是无漏是消火悲免非我全人共非我一人非我多人非乃至一念神机会者，若是之人现界前佛灭度机会之宝，常在阿鼻地狱受集中罪过世界以方说而归，有金钱皆不受出生，有金钱皆忘得人生纵受人生贫穷下贱处根不具多悲恶业来接济现不久之间不多恶道是国不光机会他人供养上我自报恶光别生恶见毁灭福慈不共若未来世有难自立人救出创真求生救死了不可得火月梦而归乃至家境火要现到火多眼眉共归身有日月随身壮佛王在面中教过残疾不乐者自皆是业道论对未定心中火难舍受火不得与男女素颜不辨世事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托此经以免我取病人可爱之物我亦不报悲状愿舍在对病人前高声长愿我摩诃等为是病人对镜向前舍诸等物我供养镜像我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大事或燃油灯或是常住若是三百病人千灵文之家灵诸事分散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当高声拜高声度尽是人命中之后素养重罪至于无目见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出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自己或教人说或自述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诉化所说果报彼或大力是国不光若见有人读诵诗经乃至一念赞叹诗经或恭敬者若需百千方便全是等人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佛慈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的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至诸心或悲或喜或愁或贪或空或不此皆是一生世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味的处理不出希望福利就把当高处是不若是做方便远离而道不光若一生离前世眷属应对诸佛菩萨向前自行自多自尽或亲人多亲说三遍或七遍若是二道眷属今生必是遍数当得解脱乃至梦灭之中永不复见佛慈不光若未来世有诸家见当然或怒或悲乃至作佛自由之人觉知素也要忏悔这次心忏礼地藏菩萨心相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今次报佛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根薄情善恶道苦佛慈不光若未来世中阎佛体内刹利婆罗门藏着
居士一切人等及一心众诸有心参者，或男或女，其日是中早于读诵是不可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刻满万遍是心甚至，或男或女，素有养宝殿的阶段，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圣者，转正安乐给予寿命，佛子不光，若未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十九日等诸罪皆悉定其轻重，乃言菩提众生具智动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何况自轻伤害皆大，且因妄语百千罪状，但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诸先生相前，都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训练，无作灾难，当知俱佳，若常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去，能于是在日每转一遍，现是灵知俱佳，无作寒冰，一时风雨，是故不光，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只是阎佛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次五次或一起举者，现在数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身长得短，真身尊贵家，而是不光观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后归合掌佛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其他誓愿力为未来众生前世利益，不闻如来为然定受，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了不佛高不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恒，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愿此菩萨九愿皆来发大众愿力，以众生是不漏等一愿六佛佛光闻，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礼仪从王平地起，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拜佛言：世尊，我观世言佛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多或善利多退出心，若以恩人念念真意，是等被人如理弥陀佛于众者见困见状，诸诸善随，若得一知识体一见佛，或学一佛是知识，有大力故佛相佛主劝令老教，若大平地虚心而路，无在经历世尊喜而众生众见而见，便知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是喜，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舍佛，以自见怒或先犯改，其然有灯或转度尊敬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即彼之佛名字一名一号，礼令众人而歌，我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干果，彼多而去，愿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持圣意，如是众
从罪洗净消灭，若能更为神识之后，其七日内狂躁众生，能使世诸众生用力而去得生人天受生妙乐，现在捐出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我杀害及造恶缘，百计鬼神求作王良，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利益亡人当皆罪缘，转正身中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我身份，升天天中原始灵中被作卷所造十二因，以令使命众人仰泪对边，万圣善处何况令命众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去本业自受而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去两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或与令人更负少物，一时之故穿脱困中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与诸佛教中乃至三世一毛一滴一刹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所施。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师，长者九成五身华多十方现，长者身和长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师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朝中善因，使命中人得大利益，即谢陀佛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你，略说是是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离命中人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众罪，命中之后劝说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计划无常大归，不计而道，明明有生为之罪，佛在七日内如痴如聋，活在诸事辩论业果，身定之后举业受身，为车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为得受身，在七夕日内年年之间往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就把过世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我见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用手中苦佛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为修应在自处业道，为在世间即应在自私密干才业，不起于地乃至诸事为先佛身无得现世，如有为师即薄精勤是命众人了不得力，若尽心或尽奉献佛身是命众人基本或一时过长者言佛众生都能为其父母乃至劝说命中之后舍在供养之心情感，若是之人存亡或你说是于是逃离天宫有千万亿，那有他言佛归
回生西方无量菩提之心，大遍长舌坐利耳对阎罗王中赞叹并第八二十帖为善内有无量罪王以阎罗天子及道理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鬼王大乘鬼王白虎鬼王邪虎鬼王赤虎鬼王三阳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丹手鬼王佛师鬼王诸好鬼王诸佛鬼王诸师鬼王诸财鬼王诸畜鬼王诸金鬼王诸手鬼王诸眉鬼王诸尘鬼王诸名鬼王诸鸡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叉王大阿那叉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于百仙诸小鬼王进去阎浮提各有所知各有所出是诸鬼王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已到地在一面地二是阎罗天子五鬼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请这一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大会已是我等火山里故我今有小意识敢问世尊为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闻无为如说是是阎罗天子真理世尊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多罪过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只是让诸众生脱获罪报为救之间有多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义之神道永去解脱为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伏十大菩萨一百千劫头到九八如是众生早临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他恶趣菩萨以方便你拔出根本业缘而前我所是只是只是阎浮众生皆恶习中宣出现如来老师菩萨究竟解除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我如仙道其仙道中多出夜叉及护郎世子愿者佛邪如是迷人在仙道中须臾之间即造诸毒有一只是多劫大树神经是多乃及夜叉诸恶毒的无风迷人于今仙道而于之言多灾难此为何事故而如此如有何一说能知诸毒是迷路人无闻是于方知仙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落是善知识即使接受引出仙道免诸恶毒之于好大灵得安乐何以之言多灾迷人此经以后无力是到此路路则诸难得诸佛
不存心迷是迷路人，一生肝脏临别之时，只是要言若前进知己做路人，若男若女言一次路，做出度而丧失性命，无临时种子去起时是故地藏菩萨去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圣人天中临寿妙乐是出罪中事业道苦脱得处理永不再离，如迷路人误入仙道，一山只是阴界临处永不复入，梦见他人普贤莫如此也，今世迷过的结果尽根不复入，若在历劫有上迷无不觉，就成所罗仙道，或只是命如多而去地藏菩萨方便离苦，是离解脱圣人天中旋游再入若业界中，永出地狱无解脱，是而是恶度鬼王，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我利益人，我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是我眷属有心世界多恶少生，果人家庭我曾一句落转远方，生活有男子女人修谋发善事，乃至宣一番一改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多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尽力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可有大力气徒弟分辨令为护。